大家好，我是 SH48X 的宋欣冉。首尔的咖啡店，就是 是在为我们拍摄 MV 制作 MV 的那个公司的咖啡店里。然后刚才进了公司之后，还在那个就是有一个很大的黑板，上面签了很多就是曾经合作过的艺人的签名，然后我也在上面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真的觉得这一刻真的很幸福，然后我觉得这，我真的会永生难忘。还带我参观了，制作 MV 当中，比如说一些调色呀、剪辑啊，还有就是加一些特效啊。现在是我们 Top 32拍的视频了啊。拍的 MV 啦，然后还可以，我觉得最神奇的就是还可以把胖的人 P 成瘦，我觉得这个真的蛮觉得很有趣。唯一有点遗憾的就是群舞的时候，没能在里面跳。然后刚才去提前看了 MV 的制作嘛，觉得。很棒，就是中间少了一个人，还有点可惜。而且有件搞笑的事，就是我自己拍 MV 的舞蹈嘛，就是被框在一个地方，就原地只能原地那样跳，你知道吗？就自己觉得很尴尬。然后，下午呢，我们就去逛了，去逛了宏大，然后去买了两件衣服。觉得真的很好看，然后晚上的时候去了那个首尔塔，看见那个电缆车，当时是在地上走着的时候，然后看到天上电缆车啊，觉得啊好棒，然后上去之后以为是坐四五个人，但是然后其实上去之后就是坐了一大车的，然后就是坐上去之后就可以俯瞰整个韩国首尔。一个人的算是一个人的旅程吧，真的很棒。对，虽然没有跟大部队，我觉得也没有太多的遗憾了，还是也算是一次成长的经历吧。所以呢，还是希望大家还有我自己多多期待一下这组 Top 32拍的《浪漫关系》在韩国首尔。冉冉的天气预报，今天的天气 sunny， 因为小太阳冉冉升起。对，所以请大家和我一起期待下一次的旅程吧。